来点甜点。哇，好满足啊！当你不开心的时候，可以吃点甜点啊。妈呀，忘了放麦了。来个青团儿。夹心儿的，有点像驴打滚儿。有没有爱吃驴打滚儿的？我就特别爱吃。来泡芙。女孩子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吃点甜点。再来个青团儿。馅儿还不一样，这是豆沙馅儿。哎，这个什么馅儿？这是肉松的。